各位居士大德，各位菩萨、弥勒尊佛，咱上圣经顶一回，甲咱介绍，咱世尊已经甲咱讲道是净土的即个修行的情形。那么世尊介绍了后呢，优婆离就有一个疑问，讲即、这个弥勒菩萨现出时是作为佛陀哩做下地主，毋知伊啥物时阵会伫即个世界往生，生去到处净土。那么迄个时阵，世尊就阁讲出弥勒菩萨伫即个世界往生的情形，甲即个生离到处净土的情形，即是请咱看第九页，上弥勒三经内底第九页的第六章。第六章，进前甲咱讲出是道是道天，七宝大类，摩尼殿上，四诸尘者，忽然化生，就是佛陀有讲出弥勒菩萨，先今生就是伫迄个波罗那国吉波利川波波利的大波罗蜜家来出世。了后十二年，经过十二年的2月15日，伊会倒转伊的故乡，伊的本性地，伫伊的房间内底入灭尽定，然后伫即个世间，来往生。离开的时阵，情形就是身躯会放光，伊的身躯是紫金色的，所放出的光明，亲像100粒太阳遐尔光。迄、这个光明射去到道士的天，安尼即个世间就离开啊！伊先就得去到道士的天。那么在迄个道士的天的时阵，忽然间在遐一个七宝台，七宝台内底有一个摩尼殿，摩尼殿遐阁有一个四诸座，就是佛的弥勒佛的讲经说法的四诸座，伫迄个所在忽然间来化生，化生，毋是经过胎生，是化生，出现伫莲花的即个座上，伫莲花台上，忽然间伫迄个所在结跏趺坐，结跏趺坐伫迄个所在打坐。那么弥勒佛的身躯啥物色的呢？亲像阎浮陀金色的，身冠是16由旬。伊个相貌是有32相，甲80种会好。那么这32相，顶回就甲咱讲，讲这32相的即、这个，一相的情形，有甲咱介绍到即个喙齿，第22，就是四，喙齿有40齿。咱一般凡夫的喙齿话是32齿，结果是36齿啦。但是弥勒佛，一般，莫讲弥勒佛，就是，只有32相的人，伊的喙齿拢是40齿。伊23相，就是伊的喙齿是白色的，也个整齐，就发袂歪啊，哈哩整齐。佮在喙齿甲喙齿中间，拢总无芳安尼吼，你也免惊我食物件会掉喙齿啦。佮一个喙齿一个。24相就是讲伊个头前迄四个，即、这个牙啦，迄四个牙是白色个，佮长，佮大，佮白安尼。第25相就是伊个即个面啦，伊两个喙白乖啊，即两个喙白安尼安尼，真庄严像狮啊安尼，叫做甲比如四诸相，就是两个喙白安尼，真丰满安尼。佮第26相就是讲伊个内底伊个喙暖吼，佛陀个喙暖，伊叫如果若物件，咱拢知影物件食落到底拢爱含喙暖甲做伙，伊喙暖是甜个哦，所以物件若食到伊个喙内底，逐项物件拢真变甜个滋味出来，所以这是伊个福报吼。众生有时啊食即个物件，即个即个是咸嘞，即个是酸嘞，即是涩嘞吼。佮较咸，佮较酸，佮较涩，佮较臭酸个物件，经过佛祖个喙食了，拢变甜个，这是伊个福报着着。即种叫做
啊，愿众定业一心弥相。啊，第二十七相就是广众实相，就是佛陀伊个喙齿吼，伊个喙齿是长，啊，啊个薄，啊个嫩，啊个幼安尼，啊，伸出来，人家伊个面整个面砍掉咧，啊，啊那个用心力变现搁较大个人。看三千大千世界，这第一个啊，这阿弥陀经内底都有写出来啊。二十八相就是梵音清观相，佛陀的音声清净，梵音就是清净音，伊讲出来音声深，啊，过这个声吼真响亮，较远的人都拢会听得到，啊，听得真清楚。啊，咱众生毋是啦，丹田啊较无力，啊，就像我这丹田较无力咧安尼，啊，讲有时都无买声吼，啊，这就是咱的烦恼的缺点。啊，佛陀的音声就是在，会当对着即相，就是原来是看以类些修行来，啊，这个喙齿拢袂去讲着众生的这个是非，啊，拢讲真实语，拢讲这好听话，较影响到有一种的这个相。啊，二十九相就是伊眼色看清晰，佛陀的这个目睭啊，吼，目眼球啊，吼，伊会使讲是你啊有一个看色看的青色啦，青红色的安尼啊，目睭安尼看咧，你若看佛陀这个眼光咧，看咧讲安尼，一看就知影，这是一个真智慧的人啊，因为人有智慧无智慧，就爱看伊眼神啊。看伊眼神，第三十相就是眼睫如牛王相，就是讲佛陀的这个目睫毛，吼，伊个目睫毛长，啊个嫩，啊个幼，吼，亲像牛的这个目睫毛安尼，吼，啊拢知影，这个目睫毛啦，愈长啦，啊翘啦，吼，啊幼啦，安尼，啊就真水。所以早孕啊，那么只门安尼生做长啊，啊个翘，人讲这早孕啊赤白白，啊其实是迄种个目只门才会水，哦，所以为拢改去整容啦，啊为着用目只门啊，无翘啊，就跳用个烫花呢，跳弯弯翘起安尼，哦，啊所以获得目只门，这一尊真自然，亲像啊这个牛啊，个目只门同款安尼，又长个又个嫩啊，哈、哦，真水。第三十一相就是眉间白鹤相，哦，这白鹤相啊，通常佛陀这种知影佛陀有一个白鹤相公，那么这是留伫后边，会阁甲咱说明。这是讲两粒目睭的中间，两个目眉的中间有一撮白毛啦，啊，迄、那个白毛呢，也是悠旋弯转啊，但是伊伫迄个所在放光，但是迄个相就是佛陀有一粒目睭，迄、那个。白毛吼，啊，掉伫两只目睭、目眉的中间，吓，有一真长的白毛，啊，但是白毛是光光的啊，光做花啊，同伫迄个所在，所以一般外头唔知影，讲迄个所在就是做啊佛陀吼，啊有用点刀啦，点一点啦，啊，迄个做佛祖机啦，唔是安尼哈。第一是三十一相，三十一相叫做定。顶生玉界上，伊头壳顶有一个玉界，玉界就是讲佛陀头壳顶迄个肉、迄、那个皮肉呢，安尼种啊讲悬起来、捧起来，啊，亲像一粒啥物，一粒细一粒头毛，细一粒，啊，讲细一粒头毛肉包着着，啊细一粒头伫迄个所在，啊，其实迄毋是头毛，迄是头叶头壳肉，吼、哦，迄叫做。最顶的这个一相叫做玉界相，嘛叫做无间顶相。这是佛陀的三十二相，因为这经内底有讲讲，伊的身躯呢，啊，亲像阎浮陀的金色，吼，啊，伊的这个身躯十六幽深观，伊人的相貌是三十二相，啊，甲八十种好拢总计较。啊，八十这种好呢是啥物意思呢？啊，八十种好就是讲佛陀除了三十二相以外，这三十二相是初相啦。啊，如果你若搁甲分开吼，搁、哦、要甲分开甲内底嘿，诶详细情形甲分出来呢，都分做八十种，
真水真好的一种特征吼、哦，就是讲有都有迄个特征吼、哦。啊，比如讲伊白白就可能无小伤啊，咱白白为人粗啦，啊为人白白佫三角肉个啦。哦，啊有你看为像台地个白白粗安尼，啊啊看伊为人生做白白，你看迄个形，啊都足凶恶相安尼。但是有都伊白白呢，唔是哦。白白就亲像迄个新出来即个月亮，叫做新月形诶。迄个白白弯啊个长，安尼像柳，或者讲像柳叶，柳叶白啊，或者讲像新月白安尼。这是第三十二相，各界甲分出来分做八十种诶，即个好相安尼，这叫做八十种好吼。那么佛陀诶八十种好相内底呢，吼啊，我加减甲咱介绍。啊，咱家己吼，啊，你比较你家己看卖啊，你看你有这个相有无？哈，啊，你若有这个相，你就好庆幸，啊，搁继续加油，继续修，把你的相好啦，修较圆满的安尼吼。那么这是修福报所造成的。有得头来讲，第一个好就是，无见顶相，哦，就是伊的头毛吼，头壳顶迄个所在吼，你。你要看佛陀的上头壳顶呢，你看袂到。你无论要安怎，你用啥物办法甲看，要看伊头壳顶，你就是看伊头壳顶袂到。这叫做无见顶相。那么佛陀的鼻仔情形是安怎样呢？鼻仔悬哦，吼，但是悬这毋是像咱一般讲啊，这鹰钩鼻啦吼，啊嘛毋是菜叉鼻啦，菜叉鼻伊着头前看着两个的鼻孔吼。啊，咱佛陀的鼻是悬，但是对面你要看伊的鼻孔看袂到。伊的白白是亲像新出来的这个太月娘吼，新月形啊，你迄个白白呢，又个弯啊个长，啊伊的耳啊吼，咱拢知影伊的耳轮内有两粒珠，啊就是讲伊这个耳啊吼，安尼足福相的安尼，下底这两粒珠足大滴啊，垂咧到这个肩胛头，啊。伊个身躯呢，吼，直直直拢无翘过，亲像啥，亲像山啊、树安尼。啊，佛陀咧行路的时阵，咱注意佛陀行路的时阵，啊，拢离土脚四寸。啊，离土脚四寸，脚毋着无踏在土脚底，啊，毋过真奇怪，伊个即个脚印啊，会印伫即个个个土脚，啊，而且印伫土脚，佮即个脚印咧，诶，即个脚痕是圆形的，吼。这是三十二相其中的一相，那在这个八十种好内底咧，是讲到伊的脚咧行路离土脚四寸，啊，但是有印纹离土脚底安尼。啊，佛陀的手咧情形吼，啊，伊的手是安尼薄薄啊，啊，那是手色是红色的，哦，赤红色的安尼，啊，足滋润的。啊，佛陀的这个伊的脚头吼，咱脚头，咱你来望你的脚头，你就知影，脚头这个骨质底唔是圆的，吼、哦，是平，啊个怕怕，小可曲一个尔，脚头脚掌骨得歹呀。啊，佛陀伊的脚头，伊安怎样啊？曲都曲袂歹，伊坚固啦，啊个圆，啊个好安尼。啊，个一项就是佛陀伊的手啊，伊枕头啊。圆圆，吼、哦！啊，咱枕头啊，你也穿起来，你家己试看你的枕头啊，穿起来，大家枕头啊，拢无足正，吼！有时两两骨歪去，对一支两支，对一摆个两骨歪去，也对一个所在歪去，你枕头迄个所在就变形。啊，是佛陀的这个枕头啊呢，手枕头啊，圆，啊个长，啊个幼，啊个伊个啥物呢？伊个这个身躯内底这个血筋吼，拢藏伫这个。血的内底，你无当伫伊诶表面上看到即个血筋哦，啊嘛无法度看到伊即个现出来骨了。但毋是咱啊生得较瘦呢，也骨得痛出来，也血筋通剥出来啊。那佛陀即个脚的肉吼，脚盘迄两个边啊，遐两个肉，咱拢痛出来，但是伊拢总看袂出来。啊，佛陀的即个皮肤吼，真滋润。哦，拢袂打湿，拢唔免去讲啊，买啥物干，买啥物啊，啥物润肤剂都唔免哈。啊，佛陀咧行路的时阵，嘿，你要注意行路，伊绝对袂左摇右摆哈，袂得讲啊，伊行路的时阵吼，身躯袂摇摇摆摆安尼。啊，佫一种上就是讲佛陀的这个啊，伊只要若坐了哈，
坐掉的吼，啊，毋是像咱人，咱坐落落伫迄个所在安尼弯啦，迄个所在就等迄个所在就摇啦，哦，敢若坐袂好势哈。伊坐落的时阵，拢像温如泰山，你啥物人要甲摇叮当摇袂叮当？咱毋是啦，咱坐两分钟啊，就遐酸遐，就等下遐疼啊，就等下酸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是佛陀的福报。啊，佛陀佫有一个种世相，就是讲。每一个人呐，看到佛呢，自然心就生起欢喜。咱凡夫众生袂安尼吼，导演的人看到你的欢喜啊，气场里的人看到话要艰苦死。但是佛陀唔是，伊所有的人，所有动物看到佛，拢会生欢喜心。啊，佫一点就是佛陀伊的嘴唇呢是红色的，吼、哦，亲像啥物，亲像冰雹树果的色的。啊、哦，这是红色的，恁看佛像就看得出来。啊，我也唔知影讲佛陀抹胭脂啦，哈，啊，其实佛陀的嘴唇就是本来的黑色的。啊，第，啊，佮另外就是佛陀的这个道材呢，哈、哦，咱伊道材呢是圆的，啊，刺拢无捅出来。啊，咱众生唔是，咱众生的，恁家己等于看卖啊，啊，你道材啥物形的，啊，绝对唔是圆形的，啊，干那一个刺伊。伊道材是圆形的哦，啊，深伫内底，啊，无土道材哈。啊，佛陀的这个身躯的门是安尼，咱的身躯的门拢安尼一支安尼空捅出来尔。伊佛陀的身躯的门是，你注意来看，伊的是右旋哈，拢光丽啊，啊，人向右边，有一定的方向跟右旋哈，跟向正手边。啊，这个佛陀的手哈，人讲的手。伊手纹吼，恁看恁的手纹，手纹哈，画手纹，真嘞足油啦，啊足乱啦，哦，那是佛陀的手纹是真油无唔对，啊那是滴嘞袂乱哦，啊伊手纹阁足长诶，吼，啊而且手纹吼，一条就是对头条，后到尾啊，拢全无迄个长纹啦，迄纹拢无迄个长起，咱唔是啊，所以恁来看恁的手纹啊，你感觉手纹真长啊，真济。啊，到遐一堆啊，遐一堆啊，遮一堆啊，乱草草。啊，为了讲啊，这人一定看到手纹就知影，这人足搞草。啊，但是佛陀的手纹，哦，伊安尼真整齐啊，袂乱啊，真幼个真长。哦，这我那是其中的一项。哦啊，所有的人歹人歹心人看到佛陀的心，我那生出欢喜心，这我那佛陀其中一项。啊，搁一个特点就是佛陀伊的这个门根腔，拢会散出迄个香味出来，吼、哦，香味出来，啊，这是其中的一项。搁佛陀伊的嘴会散出这个真芬芳的这个气息，咱一般唔是啦，我耳仔较大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头毛讲的啊，规个嘴的嘴，拢发出迄个口臭出来，啊，佛陀唔是安尼。啊，任何时间，伊嘴里拢会吐出一种芬芳的这个气息，就是伊喘开迄个诶气味吼，真香哈。这是因为伊拢总是咧称赞人，伊迄支嘴拢讲赞叹话，未去讲诽谤、损伤人诶这个话，未恶口，所以伊会讲，会当伊会对嘴发出这个香味出来。啊，获得这个啊这。伊啊，这个举止行动呢，吼、哦，真稳重，真像像安尼哈。啊，佛陀伊个走路的细面足好看哦，啊，亲像天鹅啊，天鹅咧走路安尼啊，拍者拍者，啊，佛陀咧走路，迄、那个姿势足好看吼、哦，像真像真水的天鹅。啊，佮一点佛陀伊个喙齿吼，伊喙齿真来哦，啊，咱人毋是啊。咱人的喙齿呢，有时安尼吼，袂来啊，只安尼剥物件，咱硬硬规剥，久硬袂落，来个切少刀啊，切落伊有只剥的落去，安尼佛陀的喙齿真尖啊，真大安尼。啊，佛陀伊的齿的是红色的吼，啊齿真薄。佛陀身躯的这个门哈，都讲迄是右旋弯转吼，啊，但是另外有带这个青红色的吼。啊，伊个目睭真大蕊，啊，毋过咱毋是大蕊，讲啊像人讲大目光安尼吼，啊，土目啊着足歹看吼，像土鱼啊目，毋是安尼。伊目睭大蕊是大蕊，但是佫长啊吼，啊佫长，啊佫眼佫有眼神真好。啊，佛陀即个皮肤是红色个吼，看起来是像营养真好安尼吼，红色内底啊佫透出即个像白莲花即个莲色
会安尼。啊，佛陀的这个这伊巴肚呢，吼，袂讲安尼啊，咱若卫生食较肥安尼，巴肚小，一个下面这个巴肚拢挺出来，佛陀袂安尼，伊的小腹袂叫挺出来。啊，佮一点就是佛陀伊的这个身躯悬佮大，吼、哦，身躯悬佮大。啊，伊的四周吼、哦、有一灯的金色的光出来，会发光，佛陀的身躯会发光，发外长的光呢，有一灯，伊的光会当射到一灯。啊，佛陀咧行路的时阵，伊的身躯毋着发光啊，人行到倒，伊迄个光会随到倒，因为光本来就是身躯发出来。所以光迄、那个，伊行人行，啊，这光也随伊身躯伫咧点动。啊，佮佛陀一点伊的特点就是，伊甲众生拢是一路平等咧看待，啊、哦，一路咧同等的这个心伫咧对待众生。那么佛陀佮伊绝对无轻视任何众生，即完了八十种好其中一种。佛陀伊讲出来音声吼，啊，众生里无论对一类的众生啦、啊、天啦、啊、人啦、啊、阿修罗啦、啊，啊是各国的众生听到伊讲的声音，伊拢感觉讲佛陀咧对因咧说法，同一个音哦，佛陀讲一种音，同迄个时阵讲一种音，但是众生的感觉拢感觉讲拢是咧对因咧讲的，拢用因迄种的语言咧甲伊沟通安尼，啊无论外远拢听会到。啊，佫一点就是佛陀伊随众生说法的时阵吼，大家拢听有吼。啊搁较浅基个、搁深个、搁较内地个，拢总听有吼。啊，这是原来佛陀个特点吼。啊，搁一点就是佛陀哈，咱看佛陀个塔门哦，伊塔门长啊，搁水啊，啊搁油啊吼，啊搁袂乱。啊，咱毋是咱啊长啊，咱塔门啊长，着爱有时会拍角球啊。啊，佛陀袂安尼吼。这伊就是佛陀伊个塔门翕相。啊，伊这塔门原来是油船，入啊有啥物像个过电安尼翘翘安尼，啊，佮佛陀的塔门色是青红色的，亲像宝珠迄色的，啊，佛陀的脚手拢非常柔嫩，啊，这是咧讲佛陀的三十二相，啊，甲八十种好，啊，当然我这是无甲全部讲出来，因为八十种好其实就是咧。说明三十二相，佮甲三十二相的这个好相，佮甲分析互较看起的，安尼。所以整个三十二相甲八十种好，安那个庄严，啊，你对佛的这个这庄严相，要来找出缺点来看，讲看对一点袂佮意呢，你找无伊的缺陷，吼，这是佛陀透过无量劫修行所成就。一个和尚安尼的庄严，所以众生看到拢未厌足，未讨厌，大家都起欢喜心。所以安尼佛教，我都用这个功德来接受众生，和众生爱伊，啊来亲近伊，啊来羡慕伊，欣赏伊，啊来开要来皈依伊。啊，咱过来看下面迄段文：定上欲界法堪琉璃盛。释迦毗连伽摩尼，一千万亿尽宿业报，依严天官。其天宝观有百万亿色，一一色中有无量德千化分。诸化菩萨以为是者，复有他方诸大菩萨。作十八遍，随意自在，诸天观中。哦，前头在讲佛陀的身观啊，三十二相，在讲伊相貌。啊，即马唔是讲伊相貌啊，在讲伊的头壳顶，哈、哦，有一相。即马来特点就是要介绍头壳顶一相，叫做欲界，哈、哦，欲界相。要介绍伊个头壳顶即个玉界啊，发堪琉璃盛，就讲伊个头壳顶个情形，啊，甲伊个即个宝冠个情形哈。伊头壳顶吼，即个玉界就是讲即个无见顶上啊，啊无见顶上啊，因管伊个伊个头毛是啥物色个呢？啊，当然伊头壳伊个头顶是含咱一般无相像啊，吼，有一个玉界伫遐啊。啊！但是伊有哪有生头毛啊？
啊，因即卖即咧讲诶，讲啊，这弥勒菩萨啊，是以菩萨的身份啊，哈，啊，所以菩萨拢现迄个在家上啊，现在家上伊就有头老头毛啊。但是弥勒菩萨伊现在家上伊头毛是啥物色呢？发堪琉璃色，即、这个堪色就是青带红啊。啊，这个琉璃就是指透明的，咱一般头毛咱毋是透明色的。咱这个头毛是乌的啦，啊，若无就小块反咖啡的啦，啊，若年岁较济，头毛就反白啦，吼，啊，咱拢知影，所以话头毛，咱种些头毛，啊，若较水的是乌，那讲黑溜溜的头发，啊，那乌的上水的，啊，即卖话唔是，即卖话了啊有较，较讲较无营养色，就是了啊有反红啦，吼，或者是较无营养色，啊，若个老的反白啦。啊，即卖有时人咧时间讲美国人头毛咧较水，啊，咱来调工去，伊甲喷喷哦，喷哦喷啊，做比较咖啡色个，讲安尼也咧水啦吼。啊，其实头毛要水是上水是啥物色个呢？叫做堪离琉璃色。这是迄个高水准的菩萨才有这种吉祥哦。堪琉璃色个吼，红色啊，带点带一点仔青色，带点仔红色，啊，而且像了琉璃同款透明呀，红了透明，啊，青了透明，迄色哦，这是弥勒菩萨他们是迄色的。啊，今麦来的是讲，伊有第一点无啊，吼，叫做天官呐，吼，啊，天官是啥物事？叫做释迦毗连伽摩尼呐，这项宝，这是一种宝的名。叫做释迦莲伽莲毗伽释迦毗莲伽摩尼宝吼，摩尼宝珠嘛吼，啊，这种宝啊来做来庄严，啊，佫唔是干那即个宝哦，佫有百千万亿，佫有真多，诶，即个金色伽宝，金色伽宝是红色的宝吼，红色的宝吼，都即两种宝啊来庄严这个天官，吼、哦，就是伊的这个帽啦，天帽。哦，那么咪安尼看出来，头壳顶有一个玉阶顶上，啊，个顶冠个生头毛，啊，头毛下顶个挂啥物呢？个戴一顶天冠，啊，这天冠是两种帽，吼、哦，合成，吼、哦，一种就是啊，这啊，这金色伽帽。啊，一种叫做释迦毗连伽摩尼宝，吼、哦，摩尼珠、摩尼宝珠，吼、哦，这是天内底啊上界殊胜的这个宝啊，来庄严来做的对，吼、哦，也实在就是安尼。啊，咱搁看嘞，这第一天宝光又百万又色，因为这个宝珠啊，咱拢知影，拢会射迄个光出来。啊，既然是百千万亿的这个宝珠合成的，啊，每粒珠拢射这个光啊。啊，尤其是这个金色伽宝是红色宝啊，啊，这个啊，这释迦牟尼，释迦毗连伽牟尼，这原来是这种牟尼宝珠啊，啊，牟尼宝珠会射出真水的这个光啊，尤其是牟尼珠，这种的牟尼珠叫做如意珠啊，吼、哦，咱拢知影，啊，你若心想啥货，爱不爱啥货呢，伊就会出现啥货啊，吼、哦。所以这种的宝冠呢，吼，这个天的宝冠呐，吼，就是弥勒菩萨伫个天的宝冠呢，会当写出来是百万亿色，吼，百万亿种真水真美妙的这个色彩，而且光明彩出来，伊一色中有无量化佛咯。那么伊这个天的这宝冠吼，安尼就拢真济这个宝珠合成的呀。啊，而且这个宝，这个会写这个光出来，啊，这写出来的这个光内底呢，有化佛的迄个所在，哦，安尼看出来就是弥勒菩萨头壳顶伫迄个宝冠啊，哦，内底呢拢种佛祖伫内底，哦，啊，而且安怎呢？下面佫讲，诸化菩萨以为是家，哦，佛的边佫有菩萨伫遐。啊，那安尼，迄顶宝冠，咱安那人家看，真少个看，内底有佛伫内底，啊边啊，佫有伫遐咧做事，即个菩萨伫内底安尼。啊，而且即个菩萨伫倒来呢，哦，有他方自在菩萨啦，唔是即世界哦，他方世界嘛有真济菩萨咯。啊，而且即拢是大菩萨，哈、哦，大菩萨，作十八变，哦，伫下呢，人伊会做啥物？十八变就是会即种种的，亲像佛的种种的身变啦。啊，咱空中啊，现行住坐卧啦，身上出水啦，身下出血啦，
或者是心胸出火的时候出水啦，安尼会当在讲。这菩萨，他方菩萨做伫空中做十八遍了后，爱当随意自在哦，伊会当家己挂伫迄个空诶宝关内底哦，安尼。啊，所以讲到这，莫怪伊玄奘大师吼，伊有写一个啊，这赞礼弥勒尊佛诶，这弥勒礼赞，伊中有一段写讲啊。是安怎呢？是自尊宝冠得化佛，力量超过数百千，出土他方菩萨会，光现身遍宝冠中。你看，这是这这玄奘大师啊，伊这么现实是伫个到处净土啊，啊，伊就讲自尊这个宝冠啊，吼，自尊伫个这点帽啊内底吼，真济化佛伫内底，变化的佛在里面，还有很多，那个化佛多少呢？机量超过数百千，可以说它的量是百千化佛啊。还有出土他方菩萨会，还有我们这个世界的菩萨，还有他方世界的菩萨，都来在这个他方呢，都变那个身边，这样来住在宝冠里面，这是这玄奘大师伫咧赞咧弥勒尊佛咧赞咧底有即句偈吼，所以安尼，即个特点就是咧甲咱讲，弥勒菩萨有一顶宝冠，啊，即宝冠来进行内底真侪佛咯，啊，毋是亲像讲观世音菩萨，咱看伊个有伊个头壳顶吼，啊，遐拢画一个啥物呢？画一个阿弥陀佛，啊，是弥勒菩萨一顶帽啊，啊，恁有机会吼，也是讲来等来弥勒讲堂吼，啊，恁甲注意个看。啊，咱讲堂遮有做一尊弥勒菩萨的天上的这个的本尊像，啊，迄顶帽啊，就含一般的帽啊无相像哈。啊，当然无法度从帽啊内底吼，啊画这个佛啊菩萨啦。啊，不过迄顶帽啊，来代表弥勒菩萨的宝冠，内底伫倒呢？内底有无量百千的化佛，啊，个化菩萨拢住伫内底。啊，那么这是天上到是净土。内底弥勒菩萨现出是伫迄个宝冠内底的情形，就是安尼。咱阁看了下面这段文，下面这段文是伫迄个地高亚的尾啊算的第一座哈，尾啊算第一座，即马来咧讲弥勒菩萨的这个弥干的白和尚的情形。弥勒弥干有白和尚，白和尚讲流出众光作。别宝石三十二相，一一相中五百亿宝石，一一好又有五百亿宝石，一一相好演出八万四千光明魂啊！即马咧，甲咱介绍的是弥勒菩萨有一个相哈、啊，这是啊，叫做弥干的白和尚啊。啊，转轮王哦，那有这个相啊，那有三十二相记录的，就拢有这相啊。啊，那么这个白和尚，迄个白和就是门的意思。两个白白中间迄个所在，遐生一支白色的门。啊，这支白色的门长多偌长呢？等那叫世尊伊当出生的时阵，迄支门五尺啊。一个当出世囡仔，啊，拄啊，白白中间啊，生一支门啊，啊，迄支门是五尺啦，啊，好佳哉，迄支门会啥物呢？会卷，吼，会卷卷像卷个安尼卷做伙啊，啊，收缩，迄身自动个啊，收缩伫迄个所在。啊，若无迄支门啦，种五尺啊，落哩，人都无五尺悬，啊，落迄支门在涂骹咧，底迄个连咪好，小朋友搓搓转去，啊，所以迄支门五尺啦，吼。啊，到个伊要做伫树下吼，伫伫迄个菩提树下要成道的时阵，迄个门已经大个十四尺半，啊，就是一长四尺半。到个成佛迄个时阵，迄个拄啊，迄个门呢都长到十五尺。哎，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这个门会放光。吼、哦，天开是遮长啦，啊，但是伊就主动会光做花，啊，光做下骹来。啊，收缩伫即个两粒目睭的中间，吼、哦！啊，即个门诶，一个伫表面会当看出内面，内面会当看出表
就是透明的色哈，像那琉璃安尼，白色的啊，但是会放光。如果那比迄个所在对白河的翕相来放出来光，叫做白河相光安尼。这弥勒弥根有这个白河相光，那么由这个白河相所发出来光呢，伊则来人讲讲流出相光作白宝相。伊会当对这个白河相内底啊来放射迄个光，啊所射出来迄个光呢，哈、哦、做百宝色啦。哦，当然你要做射出迄个金色的光啊，要射出银色的光啊，因为百宝每种种种的宝物会咧射出种种的光明出来啊。啊，才甲咱讲会当射出种种的，毋是讲清一色光一色的光。哦，有可能啊，白河相内底射出迄、那个。那个白色的光啊，还是红色的光啊，青色的光啊，啊彩色的光啊，还是白色的光啊呢？那么弥勒菩萨各有32相啊，哈、哦，有32相，就是前甲咱介绍过啊。啊，每一相就是讲遐的相中间呢，啊有五百亿宝色，吼、哦，遐的相呢，啊32万万相内底拢会放这个光明啊，哈、哦，32相拢会放出光明。啊，之前就甲咱讲过啊，讲咱的世尊在这边开演这本经的之前，是机身放光啊，转身去放光，伊门根腔来放光啊，阿门啊放光啦、啊，吼、哦，啊就是肩胛啦、喙齿啦，每一个所在拢会放光，所以在这32相中间拢会这个放光啊，啊，而且这一相中拢会写出个500亿宝色啊，吼、哦。啊，一吼也有500亿宝色，啊，一上好拢会当放出迄个84000的光明魂，哦，那么那这段意思就是讲，弥勒有32相，啊有80种好，哦，也相貌圆满，啊，而且拢只拢会当放光出来，放种种的色地无同款的光出来。啊！咱是啊，甚至咱放到这个84000的这个光明魂，啊，所以这个啊，这段就是咧讲出弥勒菩萨伊光明吼，真特殊啦，啊，真特殊。伊人伫人间，啊，在忽然间往生，啊，伫天上的莲花座，伫耶稣主座，在忽然间迄化身出来，啊，你看伊都会当种种身上内底拢总会当写出种种的这个光明出来安尼。那么这个这样来讲讲，弥勒菩萨身躯放射出84000的光明魂呢，啊，这原来有这个含义，这是我个人的看法，啊，因为佛陀会应众生的机，众生的根无相像，啊，众生的根性无相像，智慧无相像，所以佛陀要将来要把众生说完呢，啊，伊个，应机说法啦，啊，所以众生有84000烦恼，佛陀一定爱讲出这个84000的法药，来让众生治伊的烦恼病。啊，所以未来阿弥陀佛，我乃会说出无量的法门来治理众生的这个问题。啊，所以这个84000的光明魂，有可能就是来讲。弥勒菩萨未来我来甲众生宣说真济的这个法门呐、啊，哦，来引导众生，互因来入圣位。大家看下面这段文，哈、哦，下面这段文伫迄个第，伫这个这第十页的第三段，哈、哦，第三段。下面今麦佛陀唔得阁甲咱介绍弥勒佛的这个。光明吼，新的光明了后，啊现出时，啊咱需要知影的是，伊伫迄个所在伫咧创啥货？伊坐伫遐伫咧创啥货？啊除了身躯放光明以外，吼啊，搁伫迄个所在，施主坐伫迄个所在伫遐坐，啊伫迄个所在啊伫咧创啥？啊依诸天主，吼、啊、咱看文第三章。依诸天主各作法者，昼夜六时相随不退转地法轮之行，行一时中成就500亿天主，令不退转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如是处倒数的天昼夜行说诸法，
道主天主。啊，进前就甲咱讲讲佛陀，就甲众生讲弥勒菩萨经过十二年，来往生到娑婆天啊，吼安尼。啊，即卖只天啊，也是只愿意只个众生啊，迄个天主啊，因就知影，啊因只拢过去就真爱布施啊。啊，领着这个好消息，安尼家己唱啊，唱讨一份工，这份工就要收，啊，就家己吼，发愿讲，若是未来会当生在这个有福报，会当弥勒菩萨来人间成净土，因会当来人间，和弥勒菩萨受记，啊，希望伊的宝冠会当来变作宝冢安尼，啊，即马来的叫因的愿，所以这天数，这五百万亿天数的为弥勒菩萨来做这个吼宝冢啊。哦，啊，搁了罗菩提来做善法堂啊，做好了啊，这弥勒菩萨在人间往生啊，啊去升到到十不天上，啊，就坐伫迄个所在，啊，人坐伫迄个所在，伊需要成就的工作，就是度迄个天主，为迄个天主说法啦，啊，因为迄个天主意思就是要去亲近这尊菩萨啦，哦，为伊做道场，啊，为伊做住处，啊，为伊创造乐园，然后伊就是要来亲近这尊弥勒尊佛啦。啊，当下面的尊师先起立，先做工话，就是先来给因多。所以才在讲，依此天主各自化作，依参这个天主啊，拢伫迄个所在啊，吼，啊，拢坐伫啥个莲花座上啊，啊，昼夜六时，吼，就是昼夜六时，日啊是，暝啊是，啊，咱拢啊，以前刚在讲，日六时，暝六时，啊，十二时多。就是两点钟，叫做二十四小时。那安尼你看起来多好，那菩萨的呢，啊，就不眠不休啦，吼、哦，无困，拢伫迄个昼夜六时，拢时常伫咧伫演说咯，不退转地法轮之行，不退转地法轮之行，就是讲伊咧讲的话，就是咧鼓励因发菩提心。啊，来帮助因这天主吼、哦，第一先鼓励发菩提心啦、啊，因菩萨道啦，啊，修行佛来证无生法忍，因为因若当证无生法忍，因就入圣位啊，就袂阁退转啊，这就是在无上道的不退转啊。啊，当然菩萨当然伊这天人本来就是为了天福啊，因若无咧稀罕天福，所以因在鼓励发菩提心，啊，互因由凡夫地来转入圣位安尼。啊，当然要转入圣位，爱来甲伊讲要安那如何修行啊。哦，所以才来开演的，诶，这个法门呢，是不退转地法轮呢，诶，这个法，这个法门呐，吼，啊，互因修，经一时中成就五百个天主，哦，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呢，吼，到这个五百亿个天主都互伊成就起来，互伊鼓励啊，成就起来，啊，使互因得到不退转，啊。在无上道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是佛道无上道，这个不退转。哦，那么这个弥勒菩萨如是处倒数多天，伊伫住伫倒数多天的内院呢，昼夜行说诸法，拢总是咧讲一种的法门啊。啊，这主要咧劝这个众生发菩提心。啊，如果恁若看到上界尾啊，佛咧问讲这个经名，恁就看得出来。有讲着讲劝发菩提心，哦，所以弥勒菩萨这段时间呢，最主要啊，众生鼓励发菩提心，啊，昼夜行说诸法，拢在讲这个大乘法门呐、啊，度诸天主啊，你在度遐天呐、啊，因为天拢是受福报起嚟呀，哦、啊，也是福报起嚟，福报享受尽了后，爱随了去受生啊。啊，所以讲，如果来当个鼓励菩提心发起来了后呢，啊来来向无上道力进。啊，如果伊来当修加讲，何以来进入正无生法忍呢？那么这就是在这个成佛安尼一定一定未退转安尼。哦，所以菩萨的慈悲，哦，相信每一尊佛的慈悲，就是要甲众生带动，何以成佛？唔是要何以得天乐啦？唔是要何以得世间乐安尼？那么，咱个看下面这段文，下面这段文如，就是伫迄、那个，我那第十页，诶，第五座上尾啊，迄部，阎浮提岁数五十六亿万岁，你那下生于阎浮提，
如弥勒下圣经说，哦，今嘛即个讲什么时阵啊？弥勒会来下圣，今嘛在伫倒数多天，伫个所在咧教遐天主啊，哈、哦，一直咧甲鼓励发菩提心，啊，一直甲因鼓励，互因修甲正悟性，啊，搁一方面伊咧等有缘的众生。如果咱若是有意思要去到时净土啊，当然是去遐亲近哩。弥勒菩萨原来是安尼咧甲咱教育，啊，帮助咱净化咱的内心，安尼甲咱教育。啊，若是啥物时阵伊会来人间成佛呢？啊，讲阎浮提岁数56亿万岁，就是讲在咱这个世间吼，搁、啊、再经过56亿万年。你来下生一件菩提，伊就来下生。那么这是伫弥勒下生经有安尼讲。啊，不过伫这个所在要注意哈。啊，希望咱大家唔能哦，即句话甲咱家己耽误去哈。因为一般人拢讲弥勒过56亿万年才来人间，56亿万年啊，在这世间呐，这世间那个经过3、4劫去啊，因为一劫是13亿万年啊。13亿4千万年啊！安尼就等于讲，还阁经过4劫，安尼时间就无符合。所以遮真侪人有疑问，啊，真侪别人也要写批啦、电话来问这个问题啦。讲安尼，弥勒白日来要下生人间，迄唔知几劫以后代志，安尼时间就唔对，安尼经有问题。咱来知影印度因咧算这时间，迄、那个10万算1亿。所以这嘛，这咧56亿，就是56的10万，56的10万咯、哦，就是560万年。搁560万年，弥勒就来人间下生。吼、哦，咱来记者啦，搁560万年，唔通听讲啊，你唔通讲啦，要去遐啊，要弥勒菩萨咧，要来人间下生，要找弥勒菩萨，爱经过56亿，啊，唔知偌久的代志。是560万年就落来啊！哈，咱爱记住，这个56亿，印度的亿，这个亿就是10万算1亿。经过56的10万，啊，真紧嘛，真紧就到啊！哦，真紧就到啊！哦，个560万年落来，哦，迄个时阵咱人寿在56000岁至8万岁哈，迄个时阵弥勒菩萨就来人间。哦，所以这个时间吼，伫遮爱特别甲恁声明一下吼，56的10万啊，来咱这边的单位是个位啊，10位、100位、1000位、1000000位啊，来10万、100万、1000万啊，卡来亿吼，安尼啊，伊毋是啊，咱这边算安尼啊，吼啊来10来8000万亿啊，10、8000万、10万、100万、1000万。啊，来较用啊！伊毋是印度，毋是安那，因来着10、100、1000，啊来万，啊来着算亿啊嘛！哦，所以56亿万年，哦，佮经过56亿万年，其实就是人间，咱即马直接开始算佮560万年，伊就来人间啦！哦，这是弥勒下生经讲的。啊，所以若是有人在甲你讲这个问题，安尼即马恁听着，啊恁就会晓共解释吼、哦。时间无介久，560万年弥勒就来啊吼、哦。啊，这个问题就是讲，咱若会当去哩倒是净土，啊，伫迄个所在，咱就甲伊带斗阵，斗阵加迄个时间，伊哩要来下生人间，伊就叫咱升落来，或者是讲同齐落来安尼吼。啊，迄、那个时间就是倒是多天的内4000冬。啊，去咱南门去就讲时间哦，遐伫遐足久啊，啊久较好啊，加听歌法啦，啊久较好啊，啊伫个伫遐，啊加带一个啊天上吼，伫、哦、个天上个寺庙快乐啊，咱享一个啊快乐，啊伫迄个所在，啊甲弥勒菩萨遐滴加滴歌法啦，吼、哦，啊伊咧来时阵，咱就对着来，咧来时阵就三昧莲华，就甲咱开发眼智，互咱证悟成佛种，安尼哪会歹，吼、哦。那么佛告优婆离是名弥勒菩萨以倒十多天不成天因缘，这是佛陀甲优婆离讲啊，讲你对我在咧问我，弥勒菩萨是啥物时阵哦啊，伫人间离开啊去对去倒十多天啊，这个情形就是安尼，这叫做弥勒菩萨伫阎浮提哦
来往生阿生的生去倒数多天，这一年的是安尼吼，这是获得用优婆离的请问啊，获得甲伊做一番的这个解说啊，咱就咱介绍到这啊，咱来回向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，我等以众生同生倒数天。清净大诸佛，当护量化会，当证无上道。愿生到是净土中，莲开即见诸尊容。我替人生第一义，世时弥勒眼睛中。南无东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东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南无东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大妙心菩萨，南无法华莲菩萨。